九节的优惠活动了。再次邀请大家，如果待会还想要玩我们的这个举旗游戏的朋友，最后一轮想要摆布，我突然没有声音，想要摆布复活的朋友，等一下最后一场的游戏时间是我们的八点钟，好不好？等一下八点钟的时间再度回到我们一六六四的活动现场，还可以继续拿好礼啊！我会问的问题就那些啦，好不好？所以你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对不对？要不要再帮你们复习一次？那你们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抢答了，好不好？不用复习，等一下再来听一次可以吗？八点的时间，好不好？我要再看到你们哦，你们很有记忆点哦，没有看到你们我要怎么办？你们说答应我好吗？等一下八点的时间再度回到我们一六六四的活动现场。那现在呢，欢迎大家，你有看到吗？现在每个都是一袋一袋带着走的。那当然我们今天现场呢也布置得非常很有法国的感觉哦，所以欢迎大家直接带着我们一六六四的啤酒来到我们里面呢，入座稍作休息一下，都可以享受一下这种法国放松的感觉。所以八点钟的时间再度欢迎现场所有好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一六六四的活动现场哦，欢迎，谢谢。